起来了啦！起来了啦！可以啦！可以啦！可以啦！第五，你回来，你不要慢慢算啊，慢慢算，可以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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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那当初在举牌警告的时候，就已经麻烦你们开车先去开车。那我知道，当初我们的协商结果就是说，我们不是不开车，那人协商是你叫后面的，当然是以后面的有效啊。对啊，学运的时候就知道不要讲话，学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不要讲话。